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主办的2023年音乐与表演艺术节将于今年6月及7月举行，包括六场不同类型的活动。一、学术研讨音乐之源，时间6月8日星期四上午10点，地点加拿大卡丹萨钢琴，20 East Beaver Creek Road 105室。演讲者杨婉婷博士、梁二飞博士。研讨音乐的起源，欢迎音乐老师和广大音乐爱好者踊跃参加，共同探讨。咨询电话905-707-8885。二、流行音乐声星乐弦，时间6月10日星期六晚上6点半，地点570 Alden Road 二室 PMC 演奏厅。三、青少年管弦乐队周年音乐会，时间6月17日星期六晚上7点，地点 Scarborough Citadel 2021 Lawrence Avenue East。 咨询电邮 cast.contactus@gmail.com。四、艺术节庆祝音乐会，时间6月24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，地点 Bethel Canadian Reformed Church 11251 Bayview Avenue。 咨询电话 416-497-6411。 五、青少年演讲庆典活动 2022-2023 第六届 Bella Bella 青少年演讲庆典活动，时间6月25日星期日下午2点至6点，地点111 Brandon Drive 410-411室。咨询电话647-580-5882，联系人 Nicole Fan， 微信 CL35， 电邮 bellabella@gmail.com。 六、梦不遥远梦音博士钢琴公益音乐会，时间7月29日星期六晚上7点，地点 St. George on Yonge 5350 Yonge Street。 咨询电话647-962-8866。 衷心感谢冠名赞助恒永移民留学咨询，钻石赞助杨凡证券院士，以及所有提供赞助的企业和个人。